着急啊，别着急啊，咱们那天没打好，就是有点着急感觉。正常打的那宅子肯定没问题，好吧？ We are vastly outnumbered mortals. The Forsworn have cut a swath through most of our forces. Vanquish their rear guard while I confront devils. Go in service.芒驱散。You were the paragon of loyalty, devils.And yet all this time, it was you who led the Forsworn. 我给我大饼扎上。Blind adherence to the path would have doomed us all. You left me no choice but to oppose you. Forsworn, see that the mortals do not interfere. 我二轮胖子。完了。干什么？帮忙驱散。哎呀，快过来！大饼进攻驱散。是我是吧？我不动，我不动。我叫。我。回头。你们主目标不是赵曼吗？赵曼，抓我一手就行。You cannot hide。血手嗜血。
开人群。看他们好吧，术士在这放了个法阵，术士去拉怪。他有一个瞬发的技能，看完了之后直接回来。我没看懂，说实话没说懂。眼睛也可以，可以释放吗？可以。是不是打太慢了？我只有一个三。都过来卡视角，别站，别站硬停。需要个活法开样子，你知道吗？没有，刚保国那个一弹，我两三个技能全没了。啊？我把怪弹开了吗？没有，我封了个口。赵老板，我给你个保护，你先去。哎，你别给我保护。保护的话，他就打我们了，好像。这波我有爆发。我怕他冰镇的得死没了，这波我也有爆发。我先聊在 CD。不用，赶紧好好打一鞭子就完事。跳一下打，
就飞到我都摸不着怪的地方了。是，我也摸不到，我只能跳起来。Listen to reason, Devos. The Kyrian must stand united. Not so long as you command. The Forsworn will. 打完这波小的，我下波有大。我一顿大饼，二顿大饼，二顿。那我一段子里吧，二段子里。哎，对，还有一段的。你断了吗？我断了。快下一个我断吧，大饼我断了，For eons, we have been told to purify ourselves, to let go of our memories, our identities, our loved ones, all in the name of service. But what do we say? An impotent arbiter, an oppressive law. Our sacrifices were made for nothing.Metal all you like, mortals. 放啥啊？需要从这边弄的，然后捡上钢才没了。老板，我也没有钱包。跟咱们走到一起啊！这咱打个亮吧。我二在那边。断了这个。帮忙驱散。
这我没碰。把翅膀收了个尾。打单体最开始的那一波，我应该可以掉一波关注。AOE 感觉得给马保国或者给我强。我吃关注，吃吧。哦，那就给橘子。无所谓哈。包括扎一个勇士，扎一个那个大饼。这波给他们危机了。然后给个环，给个环把这些怪弹回来。然后你自己写就好。这边有一个在打我，看是个二头的，我应该是没动起来，我这波一直在单击。真的觉得我应该打四中吧。手动挡感觉看帮忙驱散大爷，不过那个出来了，那出来了，我恐惧不了，我恐惧不了，不要慢啊！不要，躲下！哥，你能拉吗？哇！我跳。有关注吗 ，boss？ 就给他们关注给他们，我要给他们。You cannot match my alacrity。这是波。注意脚下。
震慑波。哇！躲没躲过去？中了俩。灌注牛逼，灌注牛逼，哎，看见没？这波操作我也会，真是的。灌注打完21万，我靠，太可怕了。成绩其实是极速，我就最开始的那大概天锤落下来的那一段，我有一个。加速的话，我的伤害就贼高，就那一个技能就打了6万。完事儿了，完事儿，还没完事儿。就职业2%的，我去把那个格里恩的毛拿了。boss 血量杀得这么快，我开了个这件事有点后悔。这个是只能隐形钥匙，牧师这么厉害，上次这个红叉是啥意思？点崩裂啊！咱有故事。咱有牧师，去打 boss 吧。完了，关键是我没有技能呀。我等一下，翅膀永远都不是我的。哎呀，我刚打那个老一过后的那个之后，我直接把我的那个心算交了。跑开人群，我吧，还是赵老板你要二出不来，我操。我吃，哦，然后那个落不下来了，给他卡一下，给他卡一下。张老板是不是卡？起来你吗？起不来。掉了。哎呦，我看着张老板，起来。没人懂。啊，这波又全爆发了。啊。
他肯定是掉了好吗？我这身上有一个战斧的光在这身上，太惨。哎呀，打飞刺。没招，再救他一下。这没招，我这十七黑了，我都有分好吗？有关注吗？哎，这个，这个我问一下，是吃一下会死吗？这个东西，反正我素质是肯定不会死，就是你别的职业一吃也会死，加那种，吃多了会死。这个 boss 他血真的好厚，只有一枪，现在。马上，我还要十秒。好用啊！还有翅膀。我好了。那我给他。咬我一口。跑开人群。我们的输出好平均啊，五点一，五点一，五点一。啊，我有一种预感，攻略要续呗。接着起，As I peered into Uther's memories, what I saw shook me to the core. But you refused to see the truth. 怎么了？三个一起了？别别别！我没爆发，建议这真不行，三个一起了。And so, I listened to the jailer's words. I learned. 好笑，主要是那个十四的都没打掉呢。Thrust upon him.And upon us all. 他是点自动挡，我还有一点信心，手动挡我也没有关注吗？
关注吗？下个给局部吧。我一分钟你播报。一分钟一波小 boss， 两分钟一波大 boss， 我把大 boss 交到这个 boss， 下个 boss 有吗？这有橘子吗？那波有爆发吗？我吗？没有啊，有没有灌注？看能不能及时打一波，躲掉。裁判，裁判，裁判。等会儿，阶段转换。我给老潘发好，啊，给他吧。刚刚有给我关注吗？为什么我的监控没响？阶段转换。转换，先技能，
快找掩体。打开人群。肉是真的简单，这俩职业好家伙都都没疲软期吗？我的天！有啊，我觉得我应该打这个地图应该还是用自动的，飞得快。嚯，这头盔我还有提升，多好！